孙艺秋还是有些失落，而于总的项目展开，孙总又可以营业了。四大实习生在吴克之的带领下，一同奋战于总的项目。孙艺秋毛遂自荐进行会议记录，并信誓旦旦地表示已经是记录会议纪要的纲手，但紧接着就被打脸，只好主动让贤。全英文的会议还带着奇怪的口音，让孙艺秋无力招架，立刻知难而退，遭到了吴克之的调侃，裘总可太难了。